1916年开始营业，悉尼港景观嘅塔隆加动物园近年喺动物园旁边开咗间生态酒店。今晚住动物园啊！要行去大堂大楼，好快就到啦！充满自然感嘅大堂连酒吧。check in 嗰阵已经准备好 welcome drink 同地图，今晚就住呢间。大窗对正树熊区，找下树熊在哪先。嗰度啊，见唔见啊？角度的确有啲刁钻，转去朋友间房睇下先。哇，一次睇到两只树熊啊！平时懒洋洋嘅树熊，今日大派福利，竟然爬树，再表演跳树，好新手啊！好有活力。之后就挂住食，冇喐过咯。唔怕，转去另一间房做痴汉。酒店其实仲放养袋鼠等其他动物。行翻房嗰阵，仲遇到孔雀出没。每间房都有 iPad 介绍酒店同动物园，床同 sofa 都面向大窗，方便随时睇动物。连浴室区拉开个窗都可以睇到动物。每位住客都会包一个30分钟导赏团，可以同动物专家去酒店中心嘅动物公园。呢度有超过25种澳洲地道动物，包括小袋鼠、针鼹、蜥蜴等等，仲可以喂澳洲鳗。唯一被住客喂饲嘅幸运儿，晚餐相当唔错，有卖相有好味，食饱就见到悉尼桥嘅夜景，够晒超啊！